渺的雪，列祭带万的兵，淹没星空渺的雪。各位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我们合掌恭念开经偈：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今重现。我今勤习诸妙法，愿此功德皆回向。南无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各位维新圣教、维新贤士及各位诸王善知识，今天是天印岁次丙申年1月15日，是中国道家我们所供奉的大神三元三观大帝，天官大帝的圣诞，也是我们中国的元宵节。元宵的意义元就是开始，宵呢也就是我们能够圆满之心，也是一个希望，心灵的一块净土，从我们的灵性开始。在天官一化开天，再化辟地，人力其中，万华生成。一化开天是属阳，再化辟地是属阴，人力其中是属中道。这个是一个非常有哲理的，又科学，又是心灵学，也是无限空间宽广的哲学大智慧。所以一言复始，万象更新。那么今天是元月15日，也是台湾祖师、历代祖师的圣诞日。今天上午我带着维新贤士代表回到心灵归人区呢看西村台湾祖师殿，做感恩，做祈福做报恩。所以王禅老祖能够倒驾慈航的源头就在台湾祖师殿这里缘起。那么台湾祖师他的历史在台湾时间很短，是个人修行而成就，等到81岁他要涅槃要回去的时候他才告示，所有的修行人弟子们说他是阿弥陀佛转世化身，是为了来台湾这块净土，来这里作为地球平安、天下太平、世界和平的灯塔根据地。所以台湾祖师他要涅槃的时候，10天10夜没有睡觉，都一直讲一直讲一直开示，
啊，一直讲人世间的事情。那说可惜啊，家人不了解，啊，也没有跟他录影起来，录音起来，凭着身边的修行弟子们的记忆阐述才知道台湾祖师原来就是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道驾慈航这个化身为阳光老文大菩萨他的一生81岁默默的为台湾为地球祈福默默的转这个世界和平的法轮所以台湾祖师他的一生第一是惜福第二是慈悲第三呢他有大爱的心第四呢有神通默默的为众生消灾化解为世界的灾难在化解第五呢这在保佑着台湾的经济世界的经济虽然是个人修他是用心用心的最高境界是由台湾祖师他来传这个道所以台湾祖师在一生81岁的修行他都是把众生的苦放在心中然后用心灵圆点的光来加持众生的苦化于无形所以才有我们世间的元宵节点灯元宵节放烟火这就是元宵节这原点就是心烟火是光灯会也是光明点燃普天下众生的灵性的光明这是元宵节的非常有意义的禅机密又有如12月25日行善纪念日也是耶和华的圣诞日普天下都在兴高采烈的在歌舞但是有几位完全去了解到圣诞节的真实意义呢所以今天元宵节整个在国内外都在庆祝元宵又是台湾祖师的圣诞首先我们要感恩和报恩台湾祖师来世间上修行这一段时间这一段路是为民祈福为国修道为人类消灾化解啊各位唯心贤士各位十方善知识台湾这几十年的平安当然是大家全民的福报
共同来建设台湾这一块净土啊，由民主再民主啊，大家共同的努力，尊重生命啊，尊重人性。当然还有很多天理难分明的问题在发生，这个也是我们夜报余报未了，所以台湾祖师要我们要好好修行，要我们好好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来祈福，这样的话龙天护法一定会啊光降来加持保佑台湾的平安和世界的和平啊。至于台湾祖师是在家修行的，他是希望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本尊道驾慈航来投胎转世在台湾净土，台南，原来台南县的归仁乡看西村啊，一位农家杨公老文出生的时候都很辛苦，在日据时代是很辛苦的，但是当一个人灵性已经开花了之后，他就开始修忍辱。当时日本对台湾人民的各种的行动行为是非常不公平的，但是祖师呢啊，他很慈悲的，他已经见性了，所以他就为国修道，为国修忍辱，为众生修一切忍辱，众生的苦他都放在心中啊，在心中给予加持灌顶。所以祖师的一生很少说话，的用心以神佛啊，以上帝，以地狱道恶鬼道来沟通，还要珍惜这块地球。地球是诸天圣神活菩萨来世间上修行的一块圣地，所以台湾祖师他的俗名叫做杨老文先生，81岁涅槃了，在修行的过程啊，他是非常谦卑的，非常慈悲的，在为众生消灾化解。尤其他的心法，上圣心法啊，祖师在家修行，他能够以梵天界的语言来跟梵天界的如来大神沟通，我们所说的就是梵语，就梵天界的语言我们是听不懂，但是祖师
啊，他用凡间界的语言来与大梵天界的如来沟通，请他们道驾慈航到地球这个净土来，共同守护着这个地球的净土。啊，一般人不了解，啊，以为他在讲什么，你听不懂的话，我们不要随便给予乱批评。所以台湾祖师他传了他的大女儿，啊，我们俗称的谢妈妈，传这个心法给谢妈妈，啊，他的女婿，啊，谢先生，啊，电信局的工程师谢同兴先生，所以他女儿嫁给谢先生之后，啊，我们俗称的谢妈妈，欸，也是老师，啊，一面教书，随着父亲一面修行。所以当祖师他要走的时候，才告诉说他是阿弥陀佛在转世来的，正是真禅。因为真正修行人，他的根基不能漏，一漏了就有灾难天魔会来。所以祖师守口如瓶，就正如王禅老祖开示了，要么要修口，不要乱讲话，不要乱发表个人的偏见，这样是很不好的，对自己对大众都不利的。所以当大家所有弟子们了解到祖师他是阿弥陀佛圣身佛身法身化身，即以一生世间名为老文，啊，所以当他走的时候，所有弟子们家人才了解他是阿弥陀佛，我们每天所念的就是阿弥陀佛，所拜的阿弥陀佛，原来在身边。还好家人子女孙子都很有慧根，了解到祖师不是一位普通人，所以一面跟着祖师修行，一面跟着祖师，啊，在行功立德，这即是大道的真禅啊。本段节目由各位维新贤士、各位十方善知识，啊，今日今时的世界新兴宗教台湾新兴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历史已经是无量劫了，只是没有把它表现出来，啊，这是天意，也是天命，也是天道。维新圣教教主
就是王禅老祖。王禅老祖是太极天天龙教主，也是富阳妙道天尊、宣风永正天尊的圣号啊，祖师啊，非常的慈悲，为了拯救这个地球的劫难，所以祖师啊，必须要请一位啊，历劫在中国各时代各朝代来到中国地区，都有倒驾慈航，这是消灾化解的大神，就是王禅老祖啊。所以祖师的大智慧就开始啊，恭请王禅老祖要倒驾慈航啊，到台湾净土共同来转世界和平的法轮。但是在民国71年，祖师已经涅槃回去了啊，所以就在空界啊，奔走于各天界，要请王禅老祖倒驾慈航，天人合一啊，才能够来转这个世界和平的法轮，消灾化解。也因为这样，在民国71年的2月19日，那时候本人有这个因缘，从事都市计划测量啊，工业区规划的测量工程啊，开辟道路种种的测量工程的中心测量公司，自己开办了、创办了中心测量公司。当时是由我的老师江一章啊，还有陈芳茂同学，还有谢英卓、简松月、施武雄五位老朋友，大家先成立了中心测量公司，专门来办理国家的都市计划测量。所以本人在测量公司成立之后，一直在台湾各地啊，承揽政府的都市计划各种测量。因为政府技术人员不够啊，那当时我就看出这个未来的趋势务必要委托民间，但是民间必须要有相当的实力才能够成立了这一个测量公司。所以王禅老祖和我的因缘有无量劫来了，在民国71年的2月19日，正好观世音菩萨圣诞日，我在基隆瑞芳工业区啊办理测量的时候，突然间
肾脏剧痛啊，剧痛送到啊矿工医院去检查，结果发现肾脏一个已经萎缩了啊，一个膨胀了啊，这医生也感觉很奇怪，怎么会这样的病？所以我就回来的，寻寻觅觅，到处求医，到处问神。到四月初，一个一年，我的好朋友洪清田先生介绍我说要到新营中山路48号的谢家，一个龙凤宫谢妈妈啊，去求助，所以我去了。啊，观世音菩萨借着谢妈妈的女儿谢老师啊，观世音菩萨的借口开示了，说求人不如求己，求己不如求真正的自己，好好修行，好好念佛。你没有病，回去一个礼拜以后再来，但是一个礼拜之内的所发生的事情要牢牢记住。那时候我拖着病啊下来了，从三楼下来，然后坐车子回到台中来，一个礼拜的日子非常难过，病得更严重啊，孩子被车撞了，还好有好心人救了啊，公司工程师员工们开始吵架哦，病又更严重，那时候我在非常难过的情况之下忍耐一个礼拜啊，然后再到谢妈妈的府上龙凤宫求助，观世音菩萨啊借着谢老师开口说要开始修行，有天命，台湾祖师找你好久了啊，要发大愿行大愿啊，那你的病就渐渐好啊。这个即是宗教超越了医学的神迹和奇迹，等一下再为各位来解说。各位唯心贤士，各位十方善诸士，我们人在世间上，饮水思源是很重要的人生思想理念。可惜呀，啊，很多一些修行者也好，或是士农工商百业也好，过河拆桥的人很多啊，忘恩负义的也很多，所以台湾祖师啊，为了台湾的平安，世界的和平啊，借着谢老师的口讲了一句让我们非常震撼的话，就台湾他已经渡一半了，
一半由你们来渡。台湾组织已经渡一半了，然后一半由自己来自渡。这即是禅宗的慧能大师非常非常高智慧的一句名言。六祖慧能大师他要接五祖弘忍大师的法啊，那么慧能大师就讲了一句说，未悟之前失度，既入门后自度。啊，讲了这一句话正应了台湾祖师他所开示的，台湾他已度一半，一半要自己度。这个禅理非常的深奥，所以在民国71年的四月份求助于台湾祖师啊，每天在家里打坐念佛啊，到龙凤宫也自己打坐念佛。到6月19日是观世音菩萨的圣诞，观音大士的圣诞，在祖师的啊道场，祖师台湾市大士殿啊，普天同庆啊，全民同欢，一起都以香花果串供养观世音菩萨的圣诞。所以谢妈妈她就告诉我说，你要到二楼三宝佛前在那边静坐。那时候我的病还很严重啊，那谢妈妈说啊，祖师会跟你加持。我就上了二楼啊，就自己坐在佛堂三宝佛前，眼睛闭着合掌，一直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啊，念到最后念而无念，约过了三十几分钟、四十分钟，差不多这样左右，突然看到一个很强的光照照在我头顶，一直往下照下来。那时候我身上的感觉就是全身肉疼疼的，病也都渐渐的不痛了。我一直念着阿弥陀佛，所以在念的过程，我合掌坐的就开始打转，像打陀螺很快的人打转，转了将近15分钟左右。一起学修的奇怪的下了在旁边，那时候我也不管了，一直念佛不忘啊，这个不祖师所开示的真言，求等不如求己，求己不如求真正的自己。
啊，当我停下来了，眼睛一打开，整个身上的气血都饱饱的，我的病痛也没有了。然后很感恩三宝佛，感恩玉皇大帝，在今年做前啊，所以祖师的慈悲啊，从心中听到台湾他渡一半，阿弥陀佛来渡一半，一半由大家自己来自渡，正应了观世音菩萨说：“求人不如求自己，求自己不如求真正的自己，要自修，自己精进，不要受了一些世俗凡尘的是是非非，扰乱了我们的心，扰乱了我们的念。”这样人永远是不成功的啊！所以我在民国71年的7月1日，由心中就开始啊，讲出梵天界的语言。一直跟着诸佛菩萨天神用梵天界语言在沟通，有的我听不懂，有的我听懂，他们在讲什么，就是要守护着地球的平安，守护着这个地球是诸佛菩萨圣神而来修行了一块 宝地，其他的星球都不适合诸佛菩萨来这里修行，只有地球是至宝，所以诸天圣准佛菩萨啊，一直想尽办法要来守护着地球的平安啊，这即是台湾祖师啊，将心法传给王禅老祖啊，大家共同的守护的地球平安的真实意呀。各位唯心贤士，各位十方善知识啊，本人所接的法是由台湾祖师空界观世音菩萨在空界，瑶池金母在空界传法给本人，也受记了本人啊，那么我在7月1日之后，在7月24日，尊天意开启蓝天圣门，啊，供应诸天圣神、活菩萨来从蓝天去从蓝天，才有《鬼谷仙师天都经》这部经。作为消灾化解一部圣经，啊，过去所有的经都是千年前圣神活菩萨所开示的真言，天都经在丁丑年13年前，因为台湾有很多的劫难，世界有很多的劫难啊，必须要啊以
修行的上圣心法啊，来共转世界和平的法轮。所以本人开启蓝天之后，身体就一直好起来，去检查肾脏萎缩也一直恢复起来了，啊，水肿也一直恢复正常了，到现在已经33年了。我很感恩台湾祖师，很感恩谢妈妈，感恩谢老师、谢爸爸，还感恩诸佛菩萨、圣神给我的加持，给我的这个机会，才有今天的缘分，在台湾净土啊，依法而修，依教奉行而成就的21世纪来中华民国也是世界的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在乙未年的1月9日，尤其在33年来台湾祖师的慈悲，王禅老子的慈悲加持灌顶，将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和佛学百家思想融为一炉啊，传了道，共有15615卷。像这一部经，这么大的经，15615卷啊，开5000年来的第一部经，维新道藏。这是天下太平、守护地球平安的一部经宝，有53如来一起守护着。好，维新圣教的成就，守护着台湾的平安，守护着系地球的平安、世界和平。所以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倒驾慈航33年来啊，只依照台湾祖师的真言，台湾他度一半，一半由王禅老祖来度。所以在整整33年的岁月，我们成立了易经大学，我们成立了维新圣教，为台湾第28个宗教，啊，成就了维新道藏15615卷。到今年又增加了1377卷的维新道藏，我们成就了43个维新圣教的婚事道场，成就了5000年来第一座的易经大学，啊，成就了啊，公益事业的专业电视台维新电视台，将妙法普传，将台湾祖师王禅老祖的心法啊，中华三祖皇帝人伦智慧啊，神龙炎帝的仪容智慧，九黎蚩尤帝的工业智慧啊，一起共同成就。我们也举办了
天下一家亲，中华民族15615姓氏的列祖列宗联合祭祖大典圆满了，成功了，圆满。海峡两岸原来对立，而到现在手牵手，心连心，共创两岸的真和平，这是台湾祖师的慈悲所促成的，台湾祖师阿弥陀佛的心愿促成了，王禅老祖来执行啊，带着我们维新圣教的维新贤士一起来执行，终于在民国72年的当下，今天我用意请示大梵天界如来文，开示了两岸在66年啊、后。两岸会和平，结果在去年乙未年刚好是66年，从两岸分离到去年是66年11月7日山火毕好的日子，这都是台湾祖师的慈悲，王禅老祖的慈悲促成了两岸和平，即是老祖慈悲的真实意呀、啊！祝福各位。本段节目。